手。还是直播吧，谢谢说猴哥妞妞的办卡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你这半天连个超过6块钱的礼物都没有。严阵以待。还有 PK 呢，谢谢 A3035。谢谢名字真难取。谢谢这 JWWin 哥刀，这个刀哥送的什么东西啊？刀哥，刀哥送的飞机吗？全军出击！看看啊 ，First Blood。是超大玩星吗？好像是超大玩星。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咋了，穷哥们给你丢人了是吧？没丢人呢、啊、兄弟，不丢人呢、啊、这有什么好丢人的？你看你这，你就不讲理。你让我 PK， 我说我们这没这实力 P 啥 K， 然后你说 P 了就有实力了，我说那行，你先把实力展示展示，晚上又说哎呀嫌哥们儿咋地了，那你这有点不讲理了，我说对不对？你这是不是有点不讲理了？抖音上吗？经常有人把他们也算上啊。然后下面就会有人评论说：“幸亏我五十块钱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”不是，你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个事啊？怎么个事呢？怎么个事呢？是我？怎么个事呢？还是你？你是个什么？佛珠薅的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实力给你展示完了，等 PK 就没有了。那你要就这实力，那还是别 P 了。谢谢工程仔的飞机，你看看，那你要是这个这实力都没有，那我们就不用 P 了。你第一关都过不去，还 P 啥呀？拉倒吧，拉倒吧，把他们也算上。真娘啊！没想到我又回来了，该我了吧？该我了吧？该我了。就是这样。咋的呀？还有谁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这是要无敌呀。严阵以待。怀孕还吃冰糕啊？那咋的？那怀孕应该吃啥呀？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挺烦人的，这耗子。看招！把他们也算上。
待。谢谢 CCV 的办卡、啊、谢谢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他们也算上。好着啊，我又回来了，千万别让我看见你。看中1560，差点钱怎么办？赤狗子，看看能不能再杀一回这蓝枪。严阵一段，再往前走一点就能杀。OK， 这位置差不多。全击。你不能怪我，我差点钱。800+700多少？16、15，1500。打个2150，打个2500回家。咋的呀？张地怪鼠要来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看来你不怕我。你不怕我肯定是有原因。谁来了？乐意吗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你看上去回家了。谢谢厚梨素媛。严阵以待。这还用你帮我杀呀？没想到吧，好了又回来了。不需要啊。刀的装备不错啊。但我希望薅着能过来。
好，薅着再下路呢，那没事儿。海隐黑暗收割，那不行。黑暗收割不一定能打得过他，征服者可以试试。收割有爆发。 什么鞋呢？来个布甲鞋吧。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 我先打个红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 小心薅着，来薅着。听说你无敌了。 感觉也不太聪明啊，耗子肯定搁旁边，别急呀，又有闪，怎么会有闪现？
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 听说你闪现挺多呀！打个蓝，被谁打了？把他们也算上。 等他出来嘞，杀点出来，我杀点杀的，咱躲起来吗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出招吧。 破剑可以来，什么呢？把他们也算上。来个破剑，这样就有魔抗了。 防御打死，我开了个一蓝枪打我没掉血，没给助攻，烫死了。哎，怎么加血了呢？ 出招吧！没眼儿。
不会把那东西。哎，要是有个眼儿就好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我们可以来一波一 v 五。波比要来了，赶紧去，赶紧去一 v 五，波比马上到了。你又有闪吧？你有闪现就好使啊！你有闪现，我就不杀你了。我太喜欢这招了。波比还在 A， 波比，这鳄鱼咋不追了呢？游戏结束。